干，有画面了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妈的，晚上开那个开不了直播，去上小。Hello。问一下，有人是还没睡的吗？这边是想说，有些人晚上可能睡不着，没事情做，那来听点声音这样子。啊，我这边的话呢，哎，啊，我这边的话是，其实我最近比较清醒的时间是晚上10点半，然后我是中午12点左右睡，12点到1点会睡，所以7、8点那时候起来开台对我来说有点爬不起来，所以有注意到的话，我轻松高效，其实声音很少，有注意到的话，对啊，我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，大家不要担心，这只是太累了。因为打完疫苗那3天，我几乎都没睡觉。你要作息大乱，你就听嘛，我又没有做什么事情。哎，卖掉卖掉，必须必须。好的，还有位置吗？对，它还有。然后，好久未有了，啊，没用了，啊，没用。啊，有了，安安呐、啊，好的，我们先来解每日。这4天我也没有浪费时间，这4天我不是没开台吗？那这个钥匙其实都是留给你们玩的，看到没有？我这4天很拼命在，还是很拼命在解任务，然后。今天有个任务很鸡掰的是，这个羁绊变身呢，这个东西变身，你们想要什么？没错，就是小智的甲贺忍蛙。那我去查了一下，就真的只有小智的甲贺忍蛙有这个羁绊变身。那普通甲贺忍蛙没有这东西，甲贺忍蛙编号多少？很小。658，好，我们看一下里面的658。你看，这个个性就只有激流跟变幻自如而已，它没有羁绊变身呐、啊，杰克去哪用啊？啊！对，没有。现在我们要做什么？就只是休闲，无聊开个，不是无聊开个。哇，我这4天都没开，除了高校以外，这4天都没开什么台。我觉得那个什么演算法还是曝光度会把我整个刷下来，因为最近其实高校观看率已经很差了。啊，其实我后面也没有玩什么东西，因为。身体有点太累了，对吧？我是打算玩一个叫《魔王房东》的啦，应该很多人都知道，又再开一个系列。可是《魔王房东》这个东西我以前没玩过，也没看过人家玩，只知道很红。啊，它的内容其实我也蛮喜欢的，就想说找时间来玩玩看。调出甲贺忍蛙极低几率哦，而且要6只，所以我要先把它抓起来，再抓起来把它打，跟魔物猎人一样，先把它抓起来，然后再打它。那因为真的现在会上线的人真的太少了，所以我就只能用双打的方法解每日了。
这里，他回家，待会怎样？回家打歌什么歌？要睡觉的你就跳出直播去睡，去睡，去睡，没事。醒来还有音乐或杰克的台可以干，可以看，不是干看啊？好啦，治愈波动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、喔，狩猎超级发射器三支，治愈之心啊，就知道了。都要六次杰克，这太难了啦！我天哪！怪力，现在还没有想睡的感觉吗？其实眼皮是重重的，可是不会到想睡觉那种感觉，很难打。没事的，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教主你的选择了。什么选择？开台啊？没有，是我说太多事情了。哎呀，来了吗？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贝壳，对啊，想说半夜很多人应该在工作、上班，或是在念书、读书，那就是。开着台陪伴大家这样子，而且早上的台有时候想开，但是有时候都不想开，因为也是想去看台啊。像今天早上杰克好了，今天就是他在刷他要的那个什么卡扑明明，结果就是帮他弄一弄东西，打一打就出了。那在他刀师慕强的杰克罗姆也在台湾时间2021年11点，对对啦，11月4号早上11点多的时候，他刷到了，所以他昨天应该说对，昨天早上得了两倍的快乐，两倍快乐。就他真的蛮努力的、欸。他刷起巨洞，真是刷到他快吐死了。对，要睡去睡，没关系的。今天晚上要开的，可是 YT 在搞 ，YT 在搞，不给我开。觉得有人还是比较好，因为我可以用个大奶罐，然后用搬那个滚动直接滚完它，就不用这样一个个选了。啊，阿亮安安，我好久没跟你们一个个打招呼了，有谁来？现在打安安的，我一个个安，好吧，好不好？从阿亮开始，等下打安安的，我一个个安。我姓安安，最熟悉的陌生人安安，最最安安，微云安安，双双安安，日益吗？日益 no 吗 ？on 是 on 啊、哦，不是 no 是 on， 安安 ，C H A R I S 安安，显显竹子显显安安，酷酷馒头安安，阿嫂安安 ，O A O 哈娜安安，菲菲安安，还是念肥肥啊？飞，那念飞还是飞？飞对不对？然后秦夕安安、丽 Z 安安、佑成安安、G I U S T I O N O 安安、新宇安安、明安安、叶子安安、二 Jacky 安安、飞好，我没想到变头像，我不知道啊。字九好，对不起，那个字，请问有谁知道四个火念四个炎念做九的？燕子出生，
燕子安安，燕子，燕子讲话哦。为了你开台，你还不给我打安安？来打，好，他现在是他撕我。好的，辛迪安安，默默安安，小沙雕安安。好，没了吧，没了吧。好，我继续刷喽。四个火念一，所以我念错了吗？我真的还有精神，还前锋？没有啦，也不是说有精神，是其实眼，我觉得我的眼皮有点水肿，我这样水肿也水肿三天了啊，应该就只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累累病而已，因为累累病已经几天了。你们想看 VP 吗？ 49, 你看看看。他 491, 我 91, 还是是嗨过头？没有啊，没有嗨过头。他叫 91, 也是 91, 你说那个49, 吗？看我，等一下怎么不对？你是空鱼对不对？空鱼安安，一跟一都可以。好，哦，白痴哦，那是念九哦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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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字太小了吧？那看一下哦，真九。你看啊，这个，哎，白痴哦！我明明知道这念九在干嘛啊！白痴哦！字是那个啦啊，我是低能哦，白痴！哦，对啦，干，好九亿嘛！抱歉，你说念什么？你习惯念什么？九亿吗？好，九一好，好，对不起，我很抱歉，你的名字我已经记住了，下次再念错的话就念错吧，也不能改变什么。自招的字不是，我就说我现在眼皮其实就是水肿水肿的感觉，就热热的，然后和睦相处，好，和睦相处。自招，对呀、啊。好久没吃自烧的东西哦。陈燕安，给超嗨，子瑶安安。就说叫小，那念昂吗？好，我们把晚上好，哇，料理，当然是不睡觉准备开台了，对不对？以我认识的你，是不是要开台了？有没有空？有没有空？哦，诺音取的哦，诺音哦，诺音现在应该在睡死。一、四、二，啊，治愈之心，笨拙一次，笨拙一次治愈。你想太多了，你还没回家，哈，怎么可怜？辛苦你了。欸、你知道你们那个万圣节的歌啊，我到现在还在听欸。我看一下喔，只有收音机，我看一下喔，在哪里，哪一段哪一段。对对对对。只有收音机。
只有收音机。喵哈，请问大大会玩动森吗？啊，好懒得上哦。我知道他有更新那个什么一个 2.1 的东西要出岛吗？我现在好懒得上哦。我上次我月底去开北七有按错，我月底那时候万圣节嘛，就上线就拼命在找那个我给你钱你住手，我给你钱你不要给我钱。感谢辽离的超级留言，他更新很多东西导致超上，就是就很烦躁啊，可能就是要重新当个新游戏玩了。辽离，你住手！感谢你的超级留言。那我可以听别人的吗？你刚种田，插一个作物就收起，你这么拼干嘛？还好，我快用完新东西，全部吗？他是今天更新的，今天全部快用完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好，再来，我们的笨拙也完成了一般期。嘻嘻，嘻。哦，我突然有个预知梦，因为那时候梦到，我当时有梦到一个红色的女生跟喵哈来我的台，然后那时候我又在解每日任务，然后刚好。我就是有梦到说我是刚好把那个铜偶熊放进一般系的箱子里面，这个梦好像是3年前的梦了吧，有既视感啊，也不算预知梦。贝壳刚要睡发现繁星开台，去睡觉去睡觉，我也只是我不开台，我也是去看小当家，然后看小当家让我觉得真的有些画面就很好笑，聊天室啊，就是他们不是要考特级厨师吗？一开始就是先报我是阳泉酒家的小当家，然后下一个不是那个谁，主考官就说好，请进，对不对？然后聊天室每个都答说，先说这种，我是阳泉酒家的小当家，然后聊天室就说好，合格，我现在就觉得很好笑，舒服的呀。我是阳泉酒家的小当家，合格，就告诉人家说考特级厨师后台要多重要。欸，不过超跑情人真的要我唱我不会唱，我根本不知道超跑情人的词怎么念歌词哦，这个是超能力，超能在哪里？找到了，超能力。这要播到明年，播什么播到明年？你哦，对啊，他播到3月不是吗？我知道啊，我就是半夜没事就会去那边听着，只是他昨天开始一直有广告，然后。就是因为广告开始，那个观看整个降了1500到1000。然后好像有受不了了，开新频道，什么新频道？哦，你是说因为要到明年，所以要开第二个频道吗？哎，有吗？木棉花有第二个频道。哦，准备哦，看到。看杰克，他现在很开心，他有了杰克罗姆。欸，不过杰克罗姆，我用杰克罗姆抓我好像是用什么球？在这。好像是用公园球吧？看一下，哦，大师球，哦，我这么看得起他。那个好像啊，这个才是公园球。公园球真的好好看哦，蓝色、黄色、白色。
哦，有试播、哦。木棉花不是有一个频道是合家观赏吗？你是说 YT 吧？啊，不是有一个木棉花合家观赏频道吗？那个都播那个啊，那个我们这一家一堆异兽啦，把这异应该要把异兽再开个箱子。星辰罗姆没事啊，没事啦。那这些粉粉的多的，我想说丢给诺英。啊，这些我也打算都丢掉了啦。想说一大堆百变怪，这边是已经分类好的，那这边是懒的。啊，我想练一只百变怪，因为百变怪不是有个特性是，有个特性是什么变身者还叫什么的隐藏特性，只是开局就直接变身了，不用等那个，不用按。感觉很强。球种怎么的？对于严选废人来说，不严选废人。等一下，这个叶子是不是我那个好，我 FB 那个啊？你是不是有加我好友很久的那一位啊？还是我认错了？好，在孵蛋的时候。我来吃面。刚刚在跑光鱼的时候，跑完去洗澡，洗完澡吃煮面。哦，是哦。我想说你的头像看起来很眼熟。Hello，Hello。快五年了吗？我觉得以上了吧。我那时候还没有认识，还没有，也不是还没有，怎么讲？他们都还没露脸的时候就有好友了吧？我遗忘你，我忘记加你好友吗？那你要不要贴在 DC？个 general， 你贴在那边，我等下加你要不要？有吗？哎、欸，我遗忘要讲哎、欸，真的很多事情要处理耶、欸，没办法，每个都顾，很抱歉、欸。一万安安，剑盾剧情快破完之后就疯了啊！剧情破完，阿布就是开始孤单的地狱吗？那时候变成音乐社畜，没事啦，会一技之长也不错啊。杰克在洗我板。哎、欸，刺客正火玩起来很痛，但是被打也好痛哦。我后面有几张图直接炸开、欸，难怪那时候谁阿旺想练第二次了。那时候我们是同时看到国外有个正火玩得很屌，然后就跟阿旺讲，哎、欸，不然就玩这个啊。结果现在这个是炸开。哦，对，稍早我也在画达达的图，你们要看吗？安安，看一下哦，这个是达达，然后。我本来想开台画，可是想说啊一下就画完了，我开屁台。然后这是新的达达，他说想要拍翅膀，然后就画这样。你放在111出没区域的 general 看一下哦，
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对，出没区的 General， 那我去加你。那你也可以加那个谁，我们托还有 OD， 然后利恩跟小妞，我小妞应该睡着了。等一下，我加一下好友。我现在没有画面，不过我现在都是废人了哦，送火只剩下送火功能的废人。邀请老马，然后停一。确认，好了，有这个活，我靠，你也玩很久欸，你有樱花变欸，要看到我没有的都是大佬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秃头的意思哦，你是说那个吗？那个稻草诺音的台不是说，还是加个帽子，不然秃头。啊，原本没有帽子啦，原本帽子是拿掉的，因为他的二皮没有帽子啊。他想说达达说要加帽子，那最后就是把帽子加上去。只是没有记卡哦，是哦。然后我画完，因为那时候在草稿的时候，我画的是有点不满意。然后我把草稿丢给达达看的时候，我就因为那时候就是早上的事情，我想说。他早上应该在吧，然后就是先画好之后丢给他，然后就去看小当家，然后看一看，看到说有讯息跳出来了，达达醒来了，然后他就说很可爱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直接把图画完丢给他，那他就说可以有没有，就是是丢给他之后，他是中午回我讯息，那时候我在睡觉，他说可以加帽子吗，我说可以啊，不过要等我睡醒，我现在好困，好想睡觉。然后就是睡到诺音开台，然后就是被他挖去陪台嘛，陪完就是给他看，他说这样看起来好像秃头、哦。巴拉拉早安，好前锋晚安，找时间送给他，我已经给他了呀，给完。写完它之后，我觉得超满意的，因为画的真的很可爱。他还问我可不可以出商品，他绝对买爆。我就说：“你是在哭哦？那我出一个就好了，你自己去买就好啦。”我说：“不然就是我，你拿去做商品就好了啊。”这样子。杰克，你告诉我这是啥小？你跟我说。杰克，羁绊变身是什么鬼？你知道羁绊变身是什么吗？哪只宝可梦才有吗？杰克的假不是杰克啊，小智的假赫人蛙，而且要六只要六只所以我现在每次只要敷到假赫人蛙，我都要看一下有没有羁绊变身。再来是进化一只飞行系，然后火鼠里面有，我有哦，那怎么变呢、啊？龙，
哦，钓鱼才会出的哦。你要干嘛？你要给我看哦。有啊，刚刚有观众说叫我去钓鱼，钓鱼有机会出来。我讲晒啦，钓鱼你要先把它抓起来，然后抓起来打，跟魔物猎人一样。你要展示什么？给我看。快点，我们来炫耀我们的杰克罗姆。敢太帅了吧！好帅哦！欸，好帅哦！哇，那孵蛋孵不到，好吧，算了算了。他有僵尸的，哎呀，他有没有那个啊？他是什么钓竿才会有？哦哦哦，我喜欢。看他的脚，他怎么还不睡觉？你不这时间要睡了？这色尾吗？这色尾吗？这色尾吗？干太帅了吧！哦，另外一个形态，我本来以为你会想要选那个欸，甲贺忍蛙的那个属性，你知道吗？选个二还是什么的？因为你那时候不是很哈甲贺忍蛙？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是色尾的啊，那时候帮你敷半天敷不到的。为什么那么多颜色啊？就是因为这个啊，一滴，然后这边可以改颜色，可以改这样的颜色。明天上课去睡觉啊，我也没有干嘛啦，就是闲聊而已。林优买，没了吧？没了的话，我要去输给火系的宝可梦。孵蛋地狱其实还好欸，我蛮喜欢孵蛋的啊。我就讲了，如果哪天被玩到就是宝可梦的话，我一定孵蛋孵到死。那就这一次的阿尔宙斯跟钻石珍珠我就买了。应该说，钻石珍珠我有买，阿尔宙斯是老居送我的。要感谢老居哦，还想去输给他，不行，不对不对，我的作息怎么打乱了？就都是很突然的啊。灯火辉夜，那铁火辉夜，段明明，以前 RGB 伺服器教主敷多久？很快啊，杰克的那只甲贺忍蛙王敷了真的很多只，我敷了好像三天吧。才敷到，那时候都很怀疑，想说我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，怎么敷不到？那其他人要的像色尾的迷你龙，我就敷了很多只，一只还给 Moco。对了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哦，我想说你会嘞，骗人。骗子，没有，因为当时其实有改色尾的几率，那时候很好在野外遇到色尾，他有把色尾几率调高，所以每天时不时会看到，
每天都可以抓到四五只蛇尾，然后神兽也是每天都会有四五只。今天有课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也可以快去睡吧。你还要起来开台耶？我没什么事情了。进化一只飞行宝可梦 ，PC。进化一只飞行宝可梦，鲤鱼王可以吗？去抓一只。什么飞行的啊？这只已经不能进化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是翁符哎、欸，翁符有飞行，它进化上去等级很高哎、欸，算了，红滚扁，看一下哦，滚滚扁。亲密度进化，放生你，欸、也不用啊，还要带你去吃捷克好吃的果实哦。亲密度要220，所以要吃几颗？他应该丢什么游泳球，对不对？他的亲密度就会最大化。哦，我有看到哎、欸，然后重置努力也太。第一颗是多少、啊？哪个最多？这个。来出来，快吃果实哦！好像加二是不是？这样，嘿嘿，220。带你去打个 boss。好舒服嘞，拜拜。还好多人看，我還也是很纳闷啊，怎么都不去好好睡觉啊？初见安安，你呀去睡觉，啊有没有心情好一点了？你有吗？有吗？我希望你有。哎、欸，他把我的袋子带走，还我。滚滚蝙蝠。超能飞行，超能，好，那我们进化完了，下一个是输给火属性宝可梦，有哦，啊，有就好，有就好，哦，你知道吗？听到你哭成那样子，我就知道有个商机，就是你的卫生纸，你把你那坨卫生纸通通聚集起来，9000回馈就靠它了，可以吗？最起来看我一下，好啊，赶快去睡觉吧。我那时候在你的聊天室就打、啊，请问你的卫生纸会卖吗？有啊，那时候谁有几个也是看到我打，在那边笑得很开心啊。
那其实我真的最怕就是听到女生哭到鼻涕的水都有那种，真的很水很水，是狂吸那种，哭成这样子，我真的没办法，因为以前的关系，听到女生哭，我就觉得自己很没用，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是一个会安慰人的人。真有生意头脑，对不对？什么原味内衣什么的，哼，那个鼻涕才好好嘛。你看米娅今天吃过什么，呼吸过的空气都在这个卫生纸团里面，干好恶心哦。啊，先不要哦。那如果是我的话，你们会不会要啊？哎，老师，哎，红月，好久不见。那我看到你来的时候是整个大微笑嘛？那怎么还没睡觉？你也在赶东西吗？也是来听我陪你们一起赶东西的吗？传票？这怎么会传票？拜托，我要开发票好吗？怎么是传票？我用过的卫生纸可多的哦。没有啦，我最近也很想把自己一直弄到哭。像我昨天就是又跑去看那个哆啦 A 梦的《伴我同行》啊，不然就是《与神同行》啊，就一直把自己弄到哭。哭累了才去睡，才比较有办法睡着。在嘞，明天没课，失踪人口，哇，恭喜！我被告，我怎么会被告 啊？那个说要去睡觉，怎么就在那边打哈哈哈哈哈？杰克，你今天是不是会很好睡啊？你看杰克、罗姆、卡布奇奇的明明都有了，今晚做梦也会笑。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你招出杰克、罗姆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。不是真的要叫你下锅，是很怕说，啊，如果万一 bug 了，或是伺服器那个更新维修，你是不是哭出来啊？我是怕你真的是，在电脑桌前很大声的骂脏话啊，然后很用力的敲键盘啊，那种画面，你知道吗？欸，我刚怎么看到这边有个怪东西？刚看到很像那个红白版红白机，那个很像什么死灵的图。干啊，你是到家了没？感谢聊离加入兔窝新会员。如果你有进去加入我们的 DC 赖群，可以私讯粉专哦，粉专哦。好啦，喵晚安，喵晚安，晚安。啊，怎么会那么多不睡觉的坏孩子？啊，你怎么换头像？刚到，好诶，那等一下要玩什么吗？又要打日马了吗？你们改天要不要揪一揪玩那个丫丫的啊？就昨天不是一堆人在测试吗？那其实都可以揪一揪一起玩啊。那真的，比狼人杀的速度快很多，而且。
而且死掉也不会什么感觉。只是狼人杀那时候辩论的时候实在太久了，有到会其实很紧张。啊，丫丫的话那个还好，又是深夜日妈妈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聊里都在想什么。每次过去打声招呼，哦，不然就是偶尔打开他的台，然后做自己的事情。一来就看我跑，我想我怎么看到我跑图，我光遇没开啊，要跑一下啊，因为想说蛋都好了，蛋都熟了，就孵一下，孵一下，然后等下再继续接我们的任务，因为等下需要一些等级低的，然后去送死之后再把它放生，要物尽其用。不是那个巴拉拉，你不是要睡了？还没打字啊！啊！啊！我以为不到哈克隆呢，北七哦，哈约克，咦？我前两天这个点直接睡死。我其实想一下哦，我每次都是这时间，其实都是想睡想睡，可是，就弄一弄，弄到快天亮就想说啊，不行，又要天亮了，然后。不剪片的话又没有影片出，所以就又跑去剪片。哦，说到这个我就气死。我早上剪的片，其实我剪了第二次。那个第一次的片呢，因为我不小心在资料夹按了一次 Ctrl 力，然后那次 Ctrl 力让我的剪片软体里面的所有资料消失，因为它读不到，不是消失啊，它读不到那个。读不到说我这个资料夹有这个资料，然后他就是判定说没有这东西，我这个影片就是毁了，要重新来。我早上还跟达达干说怎么办，我的影片，我就分析给他听，他说哦，那个我遇过，真的很哭。哦，精华，对，我就是想要。干，我放生完了啊！我怎么没有留下啊？我就没有留一只下来去送死的啊！我是要留一只下来去送头的啊！怎么算？啊！我怎么送光光了？感谢一万的会员啊！哦，我还想到这个，感谢感谢。啊，你最近那个嘞？突然回到正常。最近那什么，优一还有玩吗？因为。我比较少在哈基群组啦，因为那时候也是自己在那边欧北中欧北胜。上一季的那个什么分什么的图腾，我还没玩到毕业，我连第一次刷图都还没刷。哎，杰克，无极台纳，杰克。杰克，他 FPS 很忙，靠一样，哎、欸，他上了，哎、欸，无极太阳好大只哦，抓一下。就击球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不要，我不相信。哇，
啊哇，那咋办嘞？鸡。嗨，波波。波波，早安。啊，有没有人啊？无极太奈。哦，我吓到我了！哦，我怎么了？吴家龙哎、欸，我是有把握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救急球不抓异兽的吗？可是那是百分之百抓异兽吗？救急球抓异兽不是五倍而已吗？我记错了吗？啊，如果非异兽的话，不是 0.1？ 因为救急球它不算是大师球的啊，吧？是吗？还是波你要上来？杰克说等他一下。对啊，没有百分之百啊，所以还是不要啊。那还有谁？波波，你要不要来？无极泰纳呢？跟你介绍一下，你看他这么大，不是啊，杰克，这等不了的啊。那个 Apex 死掉之后可以随时再开始。那无极泰纳没有的话，就要等很久了。没有，因为那个谁，前天我们遇到的是月兽嘛。哎呦，奈什么鬼东西的？杰克，我们两个吗？应该没人了啦。你通话问问看，没有的话我们就勾吧。啊？怎么？我需要果然翁，你知道我们今天在打那个打的时候，果然翁一个反击的，直接把那个神兽打死。露娜也对。这是我们今天抓到的卡夫明明，这边在这，这边在这。杰克靠我们了，哎，不是有压迫感啊，靠，哭啊！杰克，你给！我那只有够大只，就很大只啊，所以才会想要抓。干、欸，干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是我再生一下哎、欸。好，没事，对。好了，什么都没发生啊！你去 APEC 吧，有遇到再跟你说。哎、欸，我从之前藏宝立储就在那边刷半天，顶多遇到超梦而已。第一次遇到无极泰纳、欸，索罗亚有够可爱的，我觉得很可爱啊！他从凶凶的脸变成那种快睡着的脸，跟我现在很像。NPC 在雷呀、啊！来这边是打这个水晶灯火啊，怎么没有？不是。
会有第二个无敌台，那等啊，就等啊，我去查一下。火属性。那我要去地狱吗？地狱很累。烛火灵也有，好耶，那就烛火灵。看一下哦。新那新地区的幽灵形态索罗亚，你喜欢吗？你是说很像那个吗？很像浮世绘的索罗亚吗？就还不错啊。如果十分的话，我应该给七分吧。索罗亚克。那种小只，你太小只了啦！等一下，不要动。好，波杀，输给火属性。啊，还有两只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一只传说 BOSS， 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早上有看捷克台的会知道，我今天一次换了13组的，一组60啊，13组的那个万圣节袋子。就想说那时候想说先不吃，结果就不小心累积到13组，我按错字了，这样子。啊！路卡利欧，诺伊也是说路卡利欧她老公啊。没有，没有大师球。我在想说我哪天再拾荒一次，拾荒到大师球，那时候没有在实况上捡到给大家看，有点可惜。那时候打完怪突然蹦出一颗大师球在我的快捷栏里面，你知道我多兴奋吗？我有多兴奋吗？杰克走了，他带着失望和难过走了。啊，刚刚如果 Bobo 有来的话，运气几率就不会那么难过了。现在是不是不能加会员了？可以啊，怎么会不行？刚刚我们的辽力大大才来呢，来加入我们突破大家庭呢。去看一下那边是什么，有没有打到特性高药？有啊，哎，这个特性高药一堆，路卡利欧不是那时候是，唯一一个是剧场版不是神兽的主角吗？封面不是神兽的，就是路卡利欧。什么七系的许愿星啊，水之岛的什么东西的，水都的守护神哦，那个欧斯雅斯，平板不能加哦，可能哦，你还是用手机吧，可以吧？你是什么的？苹果还是？波导勇者，对啊，这不是波导弹就只有几只可以学吗？
欸，那个我真的要来问各位观众，如果我等一下在海上有遇到的话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极具洞穴的剪影，拉蒂欧斯跟拉蒂亚斯真的太像了。然后每次聊天时都有一，每次问说，我就在看杰克的台，每次问说，来，请问观众，这个是哥哥还是妹妹？然后就很多人就打两种答案，想当然的就是每个都打脸呐、啊，猜错就打脸呐、啊。他说我是看得很好笑。真的假的？欸，杰克，观众说妹妹四个爪子，哥哥五个爪子，欸，下次要不要试试看？你那个后置那个检查看一下，听说可以看尾巴，有吗？又有不同的说法了。来，我们去海上看看。每次都在海上遇到哥哥跟妹妹。我们的集聚道路没有，看图片尾巴不一样的样子哦，不是，我想一下哦，极具洞穴的剪影都是正面，看不到尾巴。来哦，比如说这只，哦，不对不对，进去前可以看尾巴哦。看这只就是盆柴怪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啊、哦，它慢慢转到侧面去，然后看到这边永远都是正面。哦，所以杰克，我们下次还是看尾巴好了。金嘎，来把大师球。或公园球，有胆怯哦！哦，有了有了，赢了！哥哥的尾巴像草三个字，阿妹妹咧，其实不止路卡利哦，被当神兽吧？当初索罗亚克也被误认成狗，可是索罗亚克是电影版的吗？不客气。哦，后面就都没看了，哎，抱歉。啊，装奶小奶仙，小鲜奶，小小什么的，我不管。进来我的包包吧！啊，豹子！樱桃唐安安啊，他没带道具。我要抓到有那个带道具的小仙奶。然后他身上的道具可以让我帮他进化成双奶仙。好，空宇，拜拜。我一个心。估计开到三点啊，怕有些人真的不睡觉，为了看台不睡觉。他也是怕说有人说哈，观台不知道看什么了，是真的睡不着。有延迟的跑狗肉容易被当成兽。对呀、啊，你看鲤鱼网，它、啊、是啥小？两个尾巴，三个尾巴，你看这是哥哥对不对？哎、欸，燕子，这是你哎，燕子，呼吸，燕子呼吸，把你劈死。每次看到酸奶仙都要全部凑齐，凑齐
想是会想，那、啊、只是我也在想啊，燕子，你怎么就不来我这里？你是不是不爱我？所以说爱会消失，对不对？杰克，大大的，哦，没有夜翼布，抱歉，夜翼布而已，夜翼布而已，没事。杰克，继续 A 配。盯死你！对呀、啊，可以从剪影看尾巴，对吗？哥哥是三个尾巴嘛，这样子看就好了嘛。然后我的泡面还没吃完，哭啊！这只鲤鱼王命很硬欸。因为由于现在这个万圣节活动啊，很多深怪的生存都被幽灵系抢走。对，很难找到小奶仙，小仙奶，尾巴不同的样子哦。哦，那爪子雷真的是四个五个吗？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地形啊，你看小地图上面哦，有没有这边？这个感觉是人为的吧？爪都是三个哦，谁在那边骗我？哦，脚印不一样哦。哦，哦，这里小鼠，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前几天我才知道杰克不知道，想我，我才知道杰克我才知道杰克他不知道佛系宝可梦的彩蛋呢，就是佛系宝可梦的彩蛋是那个十二生肖，看第一只小火龙是龙吗？那第二只是什么？火球鼠是鼠，然后第三只火焰猴是猴，来看这是猪，然后还有什么蛇？蛇是谁？有蛇啊，最新是兔子吗？我没有吃面啊，我是呛到啦。哎、欸，都不进来的呢、欸！要不是晚上了，对啊，哦，三是鸡呀、啊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四才是猴吗？对啊，那时候讲出来，杰克说啊，真的假的？所以现在还差四只，我的妈！马羊牛还有什么？马羊牛，狐狸，狐狸就是狗啊。狐狸是犬科啊，所以它是狗。我斑喵，
我班喵才是虎，不是小火马。御三家，御三家，御三家是十二生肖的彩蛋，所以现在就是牛、马、羊、蛇吧，是吗？嗯，所以就等下一只出来，不知道是什么啦。绿的，牛、蛇、马、羊、狗，狗有啦，是火狐狸呀。藤藤蛇是草，藤藤蛇是草草系的。你又贴在。一的 general， 你贴什么东西？哦，那是尾巴哦。那这是妹妹对不对？那你可以找一下哥哥的吗？不是啦，你们讲火焰玛丽莲玛，那个不是御三家。什么叫御三家？一开始可以拿的那叫御三家。那个还搞不清楚状况的。看一下哦，我叫御三家。妹妹的尾巴，好，你找找。好，辛苦你了。那时候我是蛮佩服可以找到这个彩蛋的人，怎么强啊？好，孵蛋day，不是孵蛋day，孵蛋时间。很牵强吗？我觉得不会啊。我觉得还好欸，你看哦，有小海狮了，还出球球海狮跟海豹球，你不觉得也很奇怪吗？对不对？一样啊，我觉得还好啊，只是看他的马是以什么方式出来的啊，是驴子，因为仲尼玩马不是也是地面系还是什么？小智的冒险不可能结束啊！神奇宝贝大师根本还没有，那些都是平行宇宙，好吗？又只是通常，火御三家都是两只脚的。前面可能四只，但后面都会变回两只脚。你看暖暖猪不也是爬起来了？爬起来，然后伙伴喵就也是站起来了、啊。所以在想火马的话，火马、马、羊、牛是要怎么办？啊，牛的话还可以啊，毕竟有啊牛头马面。那这样还好，啊羊的话咧，炸弹那一种吗？白痴哦，等一下哦，嘻嘻，火球鼠也是，对啊，都是啊。那蛇要怎么伸两只脚？蜥蜴啊。你知道蜥蜴也是蛇吗？爬虫类啦。
感谢风间的38港币，感谢。好久不见，火山羊之类的，火山羊是什么？看一下火山羊。哦，你是说火的山羊哦，不是火山的羊哦，是吗？欸，其实那时候我看到有同人创作，欸，不是那个 Kitty 头，哦，复制图片位置，你们看这个，我当时有看到这个火羊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冰恋安安，欸，什么时候约丫丫？我以为你们今天会玩呢，欸。火系的羊驼，还有，欸，羊驼也算是有，羊驼比较算是马，欸。你妹刚刚才来过，欸，然后米娅去睡觉了。等一下哦，看右边那只达达可不可爱啊？啊，菖蒲咧，菖蒲我不是看到你想菖蒲，我想说菖蒲有去睡吗？因为他不是最近都是两三四点在那边给我开台，我怎么睡已经睡醒了，点进去无法连接啊，那等我一下哦。喔，我复制王子位置啊，等我一下哦，喔。那这个嘞，一样欸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另存图片，我贴在荧幕上啊，白字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不行了啦，它存的是网址啦。等我一下哦，这是什么？固定，然后欸，不给不给不哦，有有有白痴哦，这只对吧，啊，所以我就说有巴风特嘛，牛头马面那都还 OK。你刚开完台，突然觉得累，就去躺一下了哦。那你们什么时候玩丫丫？我也晚点私你好不好？还是现在私你好了？我叫冰恋，冰恋，冰。对吧，啊？我那时候看到这个，我想说，哇，这只好可爱哦，对吧，啊？然后我刚刚就是搜寻火山羊，就找到这一张。它的火是从哪边冒出来的？就屁股嘛。我觉得很多屁股当火焰就很可爱了。好，拜拜。啊，看我们敷到了什么。好，刚刚提到的海豹球出现了。海豹球，你好，海豹球，后子房啊。PC 吃草会产生甲烷，然后持续燃烧。我贴了一个刚刚你说的彩蛋在金德罗，有草跟水的，什么草跟水？我好，等一下看一下。哦，三手二龙。等一下哦，龙龙龙，二还是龙？哦，二先哦。有了，
我比较希望之后宝可梦出一个以台湾为地图蓝本的台湾哦，那他们也是要考核很久，毕竟很多都是以那边什么类似的都市传说还是什么东西来做的。啊，你这个是什么？这图太小了吧？哎，你贴那张图有够小的啦！水的是武器，草的是远古生物。武器我觉得还好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要想他，我觉得武器有点牵强、欸。你是啊、哦，还是你是指最后进化、最终进化的时候啊？因为小火龙小时候就是龙了啊，也不会说长大会变什么、啊。像波加曼，他是到帝王拿波头上才有像三叉戟的东西，应该也是人家的猜测而已。我真的觉得教主开内麦吹卡主音了。是啊，我觉得内麦，因为内麦那边我的声音会被压很低，每个人的声音都会被压低，然后吹卡主音的声音比较好笑。大力二没武器啊，你知道大力二是那个吗？直虎。那新的水是狙击枪吗？我看一下，看一下哦、喔，他贴的。他只到那个日月而已，没有到剑盾。我给你们看，这张图真的太小了。应该没问题吧？就西斯海人啊，西斯海人很像乐器耶。哎、欸，不会，这个也是不能开的吧？还是迪斯扣连接，所以没办法吗？可以吗？你们看得到吗？因为这如果没办法，我真的没办法，这图真的太小了。哦，可以哦，那就好。没办法，它就是贴这么小，所以我刚刚眼睛看得蛮累的。好，先把这存一存。哎，请问哪个钓竿钓得到小智人蛙？想说不然来钓钓看好了。是厉害的钓竿，普通。哎，哎。感谢珍惜的100块。完全舍不得吃的糖果，我记得万圣节活动我大概只有到三组多，然后打了这么多，有啦，就只有舍得吃这些经验糖果，吃的蛮多的，卡比兽就吃了一大堆。哎呦，
看一下哦，这个前天练起来的角色，为了这次活动去练的。来啊，钓鱼钓鱼。好的，厉害钓竿，标准的厉害钓竿，棒的，我觉得棒的比较好吧。来啦，棒的，看可不可以抓到什么海参。好整齐的箱子，看了好舒服。你说哪一个箱子很舒服？我放糖果的箱子，可是有些也露出来，不露出来，满出来了，还是要吃掉一些了啊，不然你看旁边这个，但看起来就很不完美了啊。我本来想要放横的，可是横的也还是会多一个啊，所以还是要把这些吃掉。哎呀，我觉得是有比较的，平常看别人都很乱，没办法啊，我自己也有强迫症啊。可是我的强迫症跟阿基又不太一样啊。图案怎么不太一样？抓一下。晚安晚安，我也快关了，我也快关了，还有十一分钟。跳跃吧，无壳海兔，哎，真的不一样哎。哦，多半灰格林形态，要修哦。我是想要海狮球吗？球海狮，我想要他大师球的样子，不，宝贝球的样子就好了。嗯，球。
欸，有一件事情我很纳闷哦。我们那时候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吗？有大师球，有大师球。是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不是就是附近都是最多50级的。直到我那时候在下面挖通了一条路，结果一挖通，里面有60级的。再来最扯的是，我今天想说解地面系任务，我遇到100等的狐狐欸，而且两次。海豹球是吗？想说用钓鱼的欸，它不是钓鱼的吗？那时候我是看钓竿，所以它是要在冰的地方的地方钓鱼吗？晚上哦。那我去看一下。哦，钓鱼哦，好好好好，我马上，我立马，我速度。之前那个地方没办法传了，我只能设定新的点。有钓到，再跟小雨说。这样要海上对不对？河川不行对不对？要修哦。除了寒冷森林外的寒冷系群落，所以我不能在这边钓吗？这边会有低珠。冰原有水，所以我可以在这边钓。这边这样钓可以吗？哦，难怪我那时候拿厉害钓竿在我们家那边钓。钓了几天几夜都没有看过。哦，眼睛好痒。那只鹿名，因为它叫萌芽鹿啊。因为它叫萌芽鹿啊。粘着特性，有粘着特性。没有吧。而且这只鹿又是樱花的啊，春天形态啊，头上有樱花。还是要萌芽鹿卡利欧。没有，
所以真叶灵没有用。看一下刚刚说，海豹球要有冰的地方，除了寒冷森林跟以外的。那有说什么品质的钓竿才钓得到吗？是好钓竿还是厉害钓竿吗？哦，要天亮了。好啦，看来三点前钓不到了。我们准备关台休息啦。然后的面吃了两小时还没吃完啦。哦，哭啊。天亮啦。你说这个打掉吗？可是这边他不是说冰的生态域吗？这边还是那个啊，冰川啊。可是他其实要那个啊，冰河啊。要去吃安眠药的。好的，拜拜。所以它是晚上，我看一下球还是。感谢吃宵夜啦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明天，不对，这是早餐前了。感谢一万的超级留言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想我们早餐要吃什么啦，因为我等一下应该也不是睡觉啦，等吧。把那个小四喜的影片剪出来，再去吃早餐。球还是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有球海狮？不是，它叫什么？海狮球吗？球海豹。球海豹363 363 P， 你也来个早餐钱哦！感谢千年鳄鱼的100块，感谢。我干，他真的，我很讨厌。你看黑底又用这么深蓝色的字体，来那个红月，你看这个排版，你给几分？就跟鸽子那个彩虹排版一样，是不是很烂？哭胎嘎，对啊，冰的针叶林还是有啊，你看他在那个冰河川还是有，海豹球叫什么？海豹球，对，海豹球，抱歉，厚子当迟钝，冰水属性，他在看毛。就很烂啊，你知道这是什么 ？night night 晚上，那晚上给我用这个字体，我要气死！啊，怎么气完之后就有这个啊？怎么不见了？啊，换下一只了？你怎么会变身？是不是佐罗亚克？来呀、啊，唱歌给你听。哎呦，哇哇果，哇哇冰，金发蓝眼睛。哎、欸，红月有听过我唱过一首歌吗？开不了口，因为那时候在唱给诺音听的。
来没听过的，因为那天哎、欸、是昨天在诺音台唱的。来哦，开不了口怎么唱？就是就是开不了口，让他知道，我一定会呵护着你，也逗你笑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哈。然后我唱给诺音版本是，就是开，来不及，我笑一下，就是开不了口，让他知道。威力炸酱吃汤面是什么邪教？好，音乐继续。没有，其实我讲一下。汤面的话，其实我可以，但是能选的话，我当然是选干面。所以他那时候就一直在找同伴，一直说：“你说我一找那边汤的是不是比较好？因为怎么讲，有些人口味就比较淡啊。我一炸酱面，讲真的，味道真的是比较咸啊。但是我又是吃重咸的，所以我当然是选干面比较多啊。”有时候我家人可能就是煮泡面，可能就是突然要，我爸要吃，突然就煮给我爸，结果我爸突然不吃了，结果煮成汤的，然后丢给我要不要吃，我就说啊不要，你们就知道我喜欢吃汤的，然后啊你爸就突然不吃了啊，能怎么办？我好啦好啦，我吃了我吃了我吃了，这样子。可是很少人吃汤吗？欸，其实还是很多欸。真的还蛮多的，所以有时候宗教战争这个东西，像我一炸酱面这个，我就比较少在沾，因为其实你吃干面的话，啊每个都在那边讲喜胜嘛，是确实，那真的是太咸了，可是我就喜欢。然后那个时候诺音也是说他就是，他其实也是干面，就只是会加一些汤进去，也不是全部汤的啦。他那时候的解释是这样子，对啊，放错地方。我觉得宝贝球这个箱子也放得不错啊，晚点要开始从红橙黄绿蓝靛紫开始慢慢分，对吧、啊？有时候。怎么讲，就不太想要有那种太偏激的想法，因为每个人的口味本来就是不一样啊。像真的要跟我蘸香菜的话，我会说，其实我也会吃，可是我能不吃当然不要吃，我会挑掉，除非就是那种已经大肠面线，然后加香菜，已经给你拉到没办法拉了，我就会大肠面线咬起来，然后放在嘴巴直接吞下去，我不会去咬它。对啊，反正就没有归到全家，像很多也是泡面，有些它不会加料，反正是把那些料丢掉，然后是自己调一些它的酱出来。他有时候可能是开玩笑节目效果，像有些人吃泡面也不加蔬菜啊。好，我的面吃完了。对啊，你看哦，免费的给你吃，啊你还在那边挑，他就不要吃，懂吗？唔加太假啦。
我其实是想四个东西，可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去调它，就是之前的变音器，因为我那时候它有监控啊，它有监控，但是我每次听监控跟实况里面的声音差好多，就是我监控听起来声音已经是完美了，就是 echo 啊，然后音量大小什么东西都已经刚刚好。然后我只要听记录档的话，完全就是你很像就是那种人家综艺节目戴着耳机，然后人家感觉你在清唱那种感觉，自嗨，跟个白痴一样。所以我一直想找时间去弄这个东西。哎，弄到哪里？所以我喂，喂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弄好。算了算了，晚点再弄好了。啊，好啦，那今晚开台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我还是晚点再弄好了，现在弄，现在开台才弄，感觉好奇怪哦。先关掉。好啦，那感谢大家的收看，那就到这边，我等一下去剪片了。对，把我把信吉飞的画面给剪出来，就这样咯，感谢各位啊，辛苦啦。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乖的实况组在开台，我去看一下哦。好像只有我欸，对，只有我，没有人了，那我看一下隔壁。Twitch 咧 ，Twitch 有什么 ？Twitch， 好吧，我认识的刚好关掉了。好啦，没有什么可以介绍的了，这样咯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啦。哦，晚上了，我们去钓球。我知道你们一定舍不得，来，我们再来钓一次鱼好了。这边有湖泊，等一下嘛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等一下，等看看，等看看，来融化一下。对不起，我是一个食言的人，但是宝可梦真的好好玩哦。这个，啊，怎么都不见了？你不要结冰 ，no no。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再播个歌。
不要闹！生气哦！哦，白痴！啊啊！哎呦喂！啊，跟这是阿小。僵尸形态的吗？吃完药了还睡不着？你等药效到吧？你药效还没到吧？黑暗球形态，哦，啊，他好可爱哟！我要收集。哎，不是，那这怎么算？迷你球，我走，我走。我还以为是僵尸形态，在哪？对，可是不能遮啊，遮了就更难钓鱼吧？哎、欸，有吗？试试看。北七，我怎么没有先做好木平台？应该不会说上面不是实体，那个空气方块会影响钓鱼吧？啊，多一个，青菜啊，嗯，四个点，哦。冰湖，对，是吧？有。好，没有欸，可以。啊，怎么那么多泥鳅？然后那时候小雨在收集鲤鱼王系列的时候，他也快发疯了。啊，你是正常的吧？海摩斯哦，去死吧！
我一直你求一直别这样，什么东西？有形态的进化会怎样？会变成普通的样子？普通的，差点把他打死。嘿嘿。哎、欸，感谢你们呢、欸！这枚开台我真的不知道是在这边掉的哎、欸，啊，按错，吓死！有形态的进化就是会变成普通的样子，因为那时候鲤鱼王的时候就试过了。鲤鱼王那时候有一些有花色花纹的，小雨给他进化就变成普通暴鲤。好了，白天了。好了，这是真的要休息了，不然有人会不开心。迷你羊不要，我先去看一下哦。L O V E， 这里，然后在那边。我没有这只，让我再皮一下。把我的三 D 龙。让我抓吧！Yes， 好了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。我知道你们舍不得，我也很舍不得你们，但你们知道的，我还是很想玩。等一下哦，300格，开始。哎、欸，啊，怎么 Mega 的梗鬼子？哦，有有有，还在还在还在。记得去看，有，我刚有想看，我刚有看到。刚进来就关了。还没那么早啦，再一下下就好。还是你要继续皮？我想要把那边再装饰一下下。也不是皮啦，就不要肥棒，你会死！我跟你讲，你会死。然后把那边弄好。再给我，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？紧紧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。
在我的火里你不害怕，好像也不用那么远呢。我需要到这吗？可是刚刚那边都没钓到。关台了，十分钟后要关台了。对，要关台了哦，真的要关台了哟。不是啊，红月，那个熬夜对皮肤不好啊。这个你懂我懂，大家都懂。但为什么还是要熬夜咧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就睡不着没，我不能想怎样啦。啊，就睡不着啊，对不对？啊就睡不着啊，不然谁会想熬夜？好烦哦，最常这种播出来的方块。好喂，好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回家，回家。如果教主大半夜剪片，想跑光遇的图，可以 DC 叫我。是不会啦，因为有一个司机他都跟我约11点左右跑图，所以有时候可能看我玩那个跟之前跟哈基他们可能在打 B4B 的时候，会看到我大概11点左右的时候会微发呆，那就是我在偷偷在牵手。好啦，如果真的要的话，我再叫吧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不过通常我真的不是很喜欢麻烦到别人。我上次就是不小心牵了朋友的手，我以为是他带头的，就是他的朋友的朋友，就被他误会说我是单纯只是想来蹭图的，然后我就被讨厌了。哎、欸，红月，我被五月的朋友讨厌。那时候被以为是，因为那时候五月都是跟千石嘛，然后想哦，千石的手可以牵呢，我就牵千石的手。结果回过神来，看到五月敲我说：“蓝心，我朋友对你做了什么事情，你可以原谅他吗？他不是故意的，他以为你是来单纯蹭图的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欸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”他就说：“我朋友以为你是来蹭图的，他就好像很不爽，很生气。”我说：“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很抱歉。”哎，我放错了。来看看蛋熟了没有？好啦，这样最后实抽，来聊天室前10个打的号码，我一个个抽。我说准备要休息了，随便抽一下。好，银溪的49 234 12345678 9。好，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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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。来来来来，加抽两个，加抽两个，刚刚来不及。好，12个，好多人醒着，就是要靠这个啊，叫他们醒来呼吸啊。第一个，来晴溪的49号，好力量负重。第二个，杨运的53，好，
第三个，你的英文名字很奇怪呢，什么 WPIC 吗？25，25。好，弱点保险。我想要这个，我想要红色，刚红色那个。再来是信的九号，好，加了空白光碟。明的11号，觉醒之时还行。再来是黄瓜的13，黄瓜的13，光之时，叶子的20，剧毒宝珠，夜姬月的16，性格转换器，苦瓜的8号，那是希腊不是英文哦，看不懂嘛？多少16？潜水球，哪一个了？我刚到谁了？白痴哦！苦瓜刚抽过了吗？那你剩300要死哦！苦瓜抽过了。舒芙蕾的25，25，20，两个25哎！啊哦！再来是 moon。CKK 的14 Moon 啊，性格重换器第二个，最后一个91的43。好的，你被跳过了，苦瓜有跳过，抱歉，我是不是抽了两次16啊？好好好好，再一次好不好？对不起，你的8号我回来拿了。我觉得有时候这样抽很哭，是因为每抽一次顺序被打乱一次嘛。8号，你看搞不好刚刚8号有大师球，我跳过苦瓜就没有抽到大师球。8号，好，好，是这样，好，没了，休息了，关台，晚安。哎，不要，真的不要说什么被跳过很难过什么之类的。啊，就不是故意想要跳过啊。啊，生蛋了啊，又可以皮一下啊！来，可以耗一下了。晚上了不钓个鱼吗？再想一下呢，不行了啦，不行了。我也很想啊，你知道我多想吗？哦，冰系，冰，没有，还真的嘞，我蛋零一零就有关台了。我好像有点喉咙哑哑的呢。好了，休息，没有要掉了啦，要掉明天再掉好不好？明天再掉。那大家晚安咯，10分钟后 ，if you 那个嘛，哎林优嘛。你可以叫朵朵，因为有一些因素不能改名字，要掉了。没有啦，睡觉了。好，朵朵晚安，来开放说晚安，打晚安的我一个一个回，好吗？好，晴曦晚安，夜姬月晚安，杨韵晚安，舒服雷啊，你不是要睡觉了？晚安。陈夜晚安，第三次晚安，一万晚安，信晚安 ，Moon CKK 晚安，黄瓜晚安，明晚安，苦瓜晚安，泰二晚安，世君晚安，怡恒什么？雨恒晚安，红月晚安，九一晚安，哦马天怎么在？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
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十三，晚安，十三大大，你的图我真的好喜欢哦。好了，就这样喽。各位晚安。我这还没换呢，每次都懒得换。看肉肩，胸口是裹那个纱布还是什么布条？大家晚安啦，多开了30分钟。不，也没多开30分钟，我才开两个小时又12分呢，那也还好啊。我才大大，没有，你的进步，你们这群会师进步的速度真的好恐怖哦，真的很开心能认识到你们这群会画画的，真的很棒啊！拜拜，我去捡小四喜了，不，那之后如果我有开宝可梦台，再来教我玩吧，不然。如果我没开台，我可能会在这边钓海，什么海豹球钓到天荒地老啦。拜拜。等一下，我们去皮一下，去看看乌鸡泰纳出来了没？出来的话，我打电话叫杰克起床。乌鸡泰纳没有，怎么都没。那他打他会给很多月之石碎片，蛮喜欢的。不是哦，如果真的赌到无极泰纳，我就捡出精华了哦。月之石碎片，有点好了，皮完了，怎么慢？第四次辛苦了吗？没了，真的要关了。来哦，321，关台。2，等一下。Hello， 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